以下最爱牛仔裤推荐，来自读者投稿，无植入内容。先说人气冠军，很多读者听婆婆说 Topshop 有一款牛仔裤貌似停产了，都大户千万不要是 Jamie 穿上他开心到飞起的照片，来自读者刘悠悠。这款牛仔裤被读者妹子们夸上天了，又说他显腿直的。读者 Baby 买过贵牛仔裤，质感好，但显瘦显腿直这些方面都不如 Jamie。 读者 Bellatrix Xavier， 我的腿不细，大腿有肉，腿也比较弯， Jamie 是我穿过最显腿直的牛仔裤，价格也是很美好的，又说它能很好修饰大腿肉肉的，所以反复购买。读者毛笑笑，我的腿型 OK， 但大腿根部和胯部有赘肉， Jamie 能帮我很好的隐藏起来，所以破洞不破洞的买过很多条。读者曲小一二，我是典型的梨形身材，胯大大腿粗， Jamie 舒服又显瘦，已经买到第四条了。 Topshop 不同腰围都分三种裤长，另外还有 Petite 娇小版，所以不同身高妹子都爱它。读者张鹏程，身高156，体重43公斤，要买到合适的腰身和裤长不容易， Jamie 娇小版小黑裤是真爱了。读者 Vivian H， 本人180，穿32的长度可以露出一点脚踝， Jamie 是高妹生命里的天赐福音，关键是还特别耐穿。读者 Talking Top Shop 的 Jamie 对我这种腰臀比有点大的人真是完美，而且穿了快3年仍然不变形不褪色，值得拥有。读者汪武汉穿了3-4年了不变形不褪色，而且超级显腿直和细，后来又买了几条 Topshop 牛仔裤也好穿，但心头号还是 Jamie。 针对不同身材特点，读者妹子们还有很多品牌和款式想要推荐。小腿有点粗，那就穿短一截微软牛仔裤来遮盖，这方面的明星搭品是 Mother 牛仔裤的 Inside the Crop Step Free， 超多明星穿，而且会比紧身裤看起来洋气一些。读者 Joy 本身梨形身材，小腿有点点短粗，最爱的一条牛仔裤是 Mother 家的 Inside the Crop Step Free， 穿过最柔软的面料，修饰身材很棒，关键是上班穿也看不出是牛仔裤。读者 Day， 我属于大腿比较细，小腿肌肉发达，最离不开的是 Mother 的 Vila 牛仔裤，超好穿，显腿直。读者 Tint In Mother Insider 很适合我这种大腿细加小腿肌肉腿的身材，长度9分显腿长。读者 Christine 则认为它的优点还包括好穿度的稳定性最高，这条裤子陪伴我走过孕前孕期和产后仍然好穿，而其他很多牌子都被搁置了。读者百地言则推荐一条 Urban Outfitters 的高腰微辣九分裤，说可以掩盖腰长腿短的问题，淡蓝色也没有很显胖，而且价格比 Mother 便宜多了，现在打折才$34。二，大腿粗的话选一条具有修饰作用的深色牛仔裤吧。读者笑飞飞，我身高165，梨形身材，大腿粗。Maddiewell 这条 Corey Demi Boot Jeans 不光显瘦显腿长，还能修饰腿型。读者 CL， 我的腿比较长，但大腿内侧有肉，这条 CK 比我其他牛仔裤都舒服，显瘦显腿长，腿粗妹子还可以干脆穿阔腿裤。读者 YoQ Olivia 本人梨形身材，腰细大腿粗，这条 Topshop 阔腿裤正好卡在我腰最细的地方，又遮住了大腿的形状，怎么穿都好看。读者听，因为胯宽大腿粗，衣柜所有的衣服都是裙子裤子，从来不敢展示，今年入了一条太平鸟阔腿裤后简直打开了新世界大门，完美掩盖了胯宽和腿粗的缺点，对这个品牌刮目相看。读者宣静文，当然是优衣库的高腰阔腿牛仔裤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非常适合腰细屁股大腿粗的梨形身材新人，大概半年前在纽约买的，一个月前去澳洲完成公安里闺蜜 get 同款，因为土澳上货卖一句哇卡卡。三，希望腿看起来更直的，那就选没那么紧身的直筒裤男朋友裤吧。读者 Flores， 相对上半身我大腿有点粗腿不直，
比例一般。这种身材很推荐高腰直筒裤，隐藏腿型，露出细的脚踝，显得腿又直又长。读者陆一，我夸宽，小腿粗且腿型不直。Topshop 的 Lucas 男朋友裤可以修饰所有缺点，而且材质很软，穿起来巨舒服。读者 Groovy 梨形身材，腿不细且不直，很难买到合适的牛仔裤，真的有三年都只穿过腿裤，直到找到了优衣库这条高腰男友款牛仔裤。读者大姚，我的腿不算直，所以一般都偏爱 boyfriend 款。这条来自 A Gold Is A Bell 白色牛仔裤，面料舒服又活动，毛边元素还能露个脚踝，100分。紧身牛仔裤里，读者西西小王子和读者一如既往的柔恩柔都觉得 Acme Studios 的裤子特别显腿直，其中最有名的是黑色的 Skin 5，我看电商网站都得货了，官网还能买到。四，希望皮皮更翘。读者子堂最爱欺负 For All Mankind 真的特别修饰腿型和臀型，我本身屁股没有那么翘，可是穿上他家的裤子感觉翘上天了。读者 P and itself 我很瘦，健身以前屁股塌，大腿太细显得小腿粗。 Levi is 的这条 Where to fit 不紧身，弱化小腿线条，臀部包裹都很好。读者大文推荐 Levi is 712 Slim 系列的高腰直筒牛仔裤，修腿型，臀部线条好。读者万能酱，我屁股有点下垂，一般的高腰裤会显得屁股很长，这条149块的 Bershka 亚洲限定款直筒牛仔裤剪裁很好，口袋也比较靠上，显得臀型很好。读者小子同学 Friday 的蜜桃臀牛仔裤实在太好看了，没屁屁穿上去便有屁屁，肥屁屁穿上去便翘屁屁。我自己是肥屁屁加粗大腿加细长小腿，穿上这条裤子瘦十斤不止，人见人夸。对比图来自网络。五，腰腹部肉肉搭。读者 Stacy， 我的身材是苹果型，腿细，腰部脂肪多，最喜欢的牛仔裤品牌是 Frame， 买过7-8条，平常穿最多的就是这款 Skinny， 黑色贴身，但是一点不紧，穿上很舒服。读者 Kev， 我腰粗腿细，所以爱穿高腰紧身牛仔裤，这条 J Brand 的 Maier 弹力好，贴腿型，最重要的是高腰。读者 Charlie 本人小腹有点赘肉，低腰裤极瘦，高腰裤吃完饭会很累，中腰裤刚刚好，推荐 Levis 710 Super Skinny 超紧身中腰系列，还可以修饰腿型，这个系列我是基本 all in 了。六，胯宽好讨厌。读者 Lulu， 我胯宽屁股大，其实比较适合穿瘦长牛仔裤，可自己偏偏喜欢浅蓝色休闲直筒款，找来找去找到 Monkey 今年这款特别舒适，也很夏天。读者 A 雪 like， 我是哈比族，假胯宽，优衣库家的男友款牛仔裤舒适又好穿，还很时髦。读者 Joy 本人身高178，胯宽屁股大， Calcedonia 家的经典款侧拉链牛仔裤真的救了我，而且特别舒服，穿了不想脱。读者胖松鼠，我人高腿长，但是胯非常宽，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。Buffalo Jeans 这条很宝贝，现在连穿都舍不得穿。七，人太瘦，腰太细，也很难买裤子。读者 Liz Beef， 我腿不太细，但是腰很细，还喜欢超高腰。Levi is 这条 Mile High 超级紧身裤堪称完美，照片不用 P 就能腿长5米。读者 Kalia， 我身高169，体重48公斤，有些牛仔裤穿上会被大家说骨瘦嶙峋，唯有这条 Cheap Monday 会被一直夸奖腿好长，身材比例很好。读者 Rebecca， 腰围和臀围相差30厘米，买到腰臀都合身的裤子不易。 Acme Studios 的牛仔裤不仅尺寸不用改，拉链还在后方，有小心机。Finally， 如果你是100%美腿美，会爱上 Topshop 的 Joanie 紧身裤，这是婆婆是穿过最紧身最显腿细的裤子了，前提是你的腿本身没有任何问题，不然缺点会暴露无遗。读者 Claire， Topshop 的 Joanie 系列真的太好搭了，
而且可以选裤裆。医生推一位名字打不出的读者，腿部条件好的妹子由你大胆穿起来啊。腿长倒不好意思，把上衣塞裤子里，大长腿高妹尤其爱他。读者 M， 我属于身高170腰长胯宽小腿不细的身材，高腰牛仔裤一手选 Topshop 的 Johnny。 读者 Toxic 174 100斤的我以前很难买了腰围和腿长度满意的仔裤，现在最爱 Topshop 的 Johnny 就是穿一整天会贴身到有些勒。9最后追加一个分类，舒服到能穿去坐飞机的牛仔裤。读者晚安，这条高子都扭弹性和透气性超级好，每次出门飞机都喜欢穿它，对腿部和臀部线条修饰得很好。读者妮妮，高子都扭性价比超级高，高腰松紧腰围款是特别显腿长，而且特别舒服，我坐十个小时以上的长途飞机现在都穿它。读者 Ricky Mother 的 look 面料太神奇了，一点没有普通牛仔裤的那种紧绷束缚感，而且非常显腿细。作为上半身像80斤，下半身像120的梨形身材，一辈子都在找一条显瘦好穿的牛仔裤，这条是最最最矮。读者风小影 Mousy 今年春天的直筒款式，穿进去后大腿皮肤的触感告诉我一定要买，少女时期穿了很多年 Skinny 觉得必须要紧绷，现在越来越接受这种舒服的牛仔裤。谢谢大家的投稿。